之前他会有也是有脾气，会有时候会平常时都一般都好的状况比较多，可是如果说不如意或是有压抑的时候，他就会比较暴躁。一直有在服药吗？因为他后来小时候是有服过，是那种注意力不集中那种过动的药，在马街看的，那有服应该有两个多月。嗯，然后之后国中就没有服了。嗯，服到小学小四到小六吧，没有办法。然后之后就都没有了。高中是可能自己睡不着，那跑去看身心科，对，然后才。说什么有忧郁症的，类似这样的状况。所以他有忧郁症的，有跟你们告知，就对。他有告诉我的。嗯哼。我是有看过他有歌手，就是他不开心，他就歌手，他就对，或者是会就这样子。之前他会有也是有脾气，会有时候会平常时都一般都好的状况比较多，可是如果说不如意或是有压抑的时候，他就会。比较暴躁。说你有知道说儿子结婚这件事情吗？因为听说好像你不知道。他告诉我说隔天要结婚，我知道的时候我明天去办登记。嗯，是什么时候告诉你？2月25，他2月26结婚。哦，所以儿媳妇你也不认识？结婚前我都不认识。